个机背咁多圈圈嘅？呢啲并唔系普通嘅圈圈，而系镜头同埋闪光灯嚟噶。全新 Nokia 9 Pure View 有五个后置1200万像素嘅 Size Optics 镜头，当中有两个彩色镜头，三个黑白镜头，全部都有 f/1.8 大光圈，五镜同步拍摄，五个镜头各自捕捉画面细节同埋唔同嘅曝光值，内含高达6000万像素嘅图像资讯，再整合成为一张细致嘅相片，你睇就算系黑白相嘅细节都一样咁清晰噶。还原度又真系几高喎、啊！梗系啦，用佢个5.99寸 Pure Display PoLED 2K Mon 睇翻影咗嘅相啊，都特别靓啲噶。屏幕支援 HDR10 显示，喺 YouTube 睇片更加系高级享受。另外 ，Nokia 9 Pure View 采用咗 Snapdragon 845以及6GB RAM 同埋128GB ROM， 支援荧幕指纹辨识同埋黐无线充电功能，呢个系换机嘅好选择啊！等我即刻冲去买机先。喂喂，咪走住听我讲埋先啦。呢个最新推出嘅 Show XT XS2 真蓝牙耳机，除咗超轻巧，重量只有5克之外，设计上仲有一个 C 型耳翼，戴住跑跑跳跳都唔觉辛苦。同时佢仲通过埋 IPX7 测试，防水又防汗，简直系运动首选啊！如果配埋专属充电盒嚟用，你仲可以为耳机充电多达4次，总使用时间更加能够提升至25小时添，真系超方便噶。